世界上最怕冷的动物是青蛙，为什么？因为青蛙怎么叫？呱呱呱。世界上最怕冷的动物是青蛙，为什么？因为青蛙怎么叫？呱呱呱。世界上最怕冷的动物是青蛙，为什么？因为青蛙怎么叫？呱呱呱。People start to ask me like, what you gonna do?